invite me to HEISHA and have this interview again. 也非常感谢你再次来访我们公司。我希望呢，几个月过去了，能够看到我们公司一些变化。So, from my last interview with you, I understand that HEISHA has positioned herself in a very unique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only focus on doing the drone pad as accessories rather than making the complete drone charging solution. Why would you do that? Is that a long-term practice or a short-term strategy? 确实是这样。我们不做整合系统，我们不做整合系统，主要是因为我们也做不好，不是这块料。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全覆盖的去做软件、做飞机，这整套的东西。所以呢，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战略。我们聚焦回来软件，聚焦回来硬件平台，把这一部分能做好就不错了。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HEISHA product line or your planning for the entire product? 我们虽然收缩下来只做硬件，但硬件呢，它也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基本上是全开放的做这个，做我们的硬件啊。我打个比方，我们可以从最散的控制芯片，一直到整个的 D-Nest， 我们都做。像我们的这个控制板，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控制我们的充电板和我们的 D-Nest。由于它的出现，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稳定程度。比如说这个丝杆的卡杆率基本上现在就是零了，也解决了我们原来很头疼的许多问题，比如说运输过程中会让一些焊点脱落，也解决了像这个。许多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这个质量不稳定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控制模块。这个控制模块不光是来自于集成一个控制线路，我们还收集了超过200个我们客户给我们的改进意见，我们最后花了9个月时间融合而成的这个控制板。我们这个控制板是我们的第一个标准产品，叫 K100， 现在有库存，价格也非常低，3天内就能发货啊。然后我们再往完整度上再走一节，就是我们的充电板，我们的 C500。我们的 C500 是从去年就开始销售的，然后经过了3个版本的改进，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做成了这个非常标准可靠的一个产品，每月的这个产量也可以超过300套。然后这个我们更大一些的就是这个我们整个 D-Nest 的这个硬件方案，我们 D-Nest 的这个硬件方案呢，也是通过了差不多4个版本的迭代，才做到现在的这个结构。我们现在基本上极简，一个三角形支架，一个方形充电板，一个圆形一个盖子，只用一个电机一个链条来控制它整个的结构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已经尽到全力，让我们实现了这个，实现了这个结构的这个稳定度。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一个 T3 一个监控单元，这个 T3 监控单元是独立于这个 D-Nest 鸟巢，它可以起到监控。同时，我把这个遥控器也外置，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这个传输距离。同时我们还把数据链模块也放到了 T3 监控模块上，让我们的产品呢更加标准，灵活度更高。就总而言之，我们的硬件是可以完整，也可以非常散。我们针对的用户是开发者用户，他们需要哪一个模块，他们就买哪一个模块。我们都生产，也都这个提供标准的产品。我们刚才的标准产品都是有量产、有库存的，三天啊，样品啊，少量的样品，3天都是可以直接交货的。除了标准品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定制和 OEM 生产。在定制这一块，特别是针对于大飞机，我们做了2米乘2米的、1米5乘1米5的这种大的充电板，包括垂起的，包括挂载30公斤以上的多旋翼的，这些我们都有做。
这个同时我们也做这个 OEM 的这个生产，我们现在的这个产量呢，至少能够确保每月30套的稳定交付。这就是我们这个虽然是只聚焦在硬件上，但实际上也是这个有很完整的这个产品和服务。You know, the drone charging pad doesn't seem to be a very difficult product to make. I've talked to many developer teams. They all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it. So why do you think they would buy from HEISHA? How do you keep the product's competitiveness? 我当然相信我们的这个客户啊，特别是一些实力很强的开发者，他可以自己做，但是他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做，因为我们所提供的价值并非是一个专利或者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技术，我们提供的价值是让我们的开发者通过我们的产品节约时间，节约成本，而且我非常相信我们产品的价值。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我们的客户，他从4年前就拿到融资，就开始做无人机起落机场的完整解决方案，但是花了4年的时间，他们的这个充电板的硬件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升级还非常的慢，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研发资源就只有那么多，客户的定制需求这么多，软件也有很多开发工作量，他们的研发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所以资金压力也很大，他们的利润压力是非常大的。去年他们找到我们，这个他们也很纠结，他们也有分歧，认为实际上自己只要稍微投入一下也能做，这个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自己做。然后今年又来和我们来谈了一次，他已经发现我们的产品已经迭代了3个版本，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卡杆，还有这个充电板的稳定性，还有这个整个防雨盖的这个稳定性，这些我们都通过几个版本的迭代都给它解决了，所以最终它还是接受了我们的产品价值。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和我们接触了半年或者再长的时间，慢慢看到我们产品的变化，然后看到我们产品给他省的钱，给他省的时间，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长期的稳定的客户。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产品价值。So do you know, any kind of technology will go out of date through times. The way that your charging pad is working, I believe it will become obsolete in the futur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a better way or a new way to charge the drone? 这个现实是很残酷的，我们现在有的充电方式早晚会被淘汰。只是有两点嘛，第一，我们希望将来淘汰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率先起来淘汰老的技术。第二呢，我认为现有的充电方式，我们的充电方式会在一个1到3年的一个周期里面仍然是市场上的一个最佳选择。其实只看整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现在主要是几种充电方式。第一是我们机械式的充电方式，不管是用丝杆还是同步带还是螺旋的方式，它都是一个电机加机械方式的控制，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方式。第二种呢是用的这个充电板的这个导电来做，比如 SkySense 用的这种方式。第三种就是用重力的这种漩涡凹槽，再加上一个磁力或者再加一些别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 Sunflower 啊 ，Skydio，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从这几种方式来比较的话，从兼容性上来说，从成本上来说，都是机械式的是最好的，而且更加稳定。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花在优化我们的这个机械式的这种充电方式，但同时呢，我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充电的方案，比如说无线充电，比如说这个换电池的这种方案，我们都在做。希望真的到迭代的那天，我们是第一个来让淘汰自己技术的。In the last interview, you told me that HEISHA haven't got any investment from the get-go.
It's purely driven by your own profit. And the team is also very cautious about rapid expansion. Has the plan changed, or do you have any new plan for investment or the team expansion? 现在这个阶段我没有任何的改变了。我认为这个阶段整个行业规模非常非常的小。最佳的方式还是控制好成本，聚焦好产品，把利润做出来。我们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等到行业更加明朗一些，那个时候再融资做大的布局也来得及，而且那个时候公司才有价值。Last question. Many companies have launched their own drone charging solutions. For example, Skydio has its own dock, and Paro has its own partners for making a drone charging pad. And do you think that DJI will make her own charging station? And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do you think DJI will adapt? And how does it impact in the industry?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cope with this challenge?虽然我们和大疆同在一个城市，也经常交流，但是我真的是没有任何情报或者信息，我只能揣测，或者只能说是我的个人愿望。我是非常希望大疆能够尽快介入这个行业，推出大疆自己的无人机起落机场，因为它是一个标杆性的企业，就好像苹果进入智能手机行业一样，只有它出现来做，这个整个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我相信大疆一旦进入，它不会只是做一个配件，它会注入很多新的元素，无论是5G 的这个空中 5G 的这个基站，还是这个智能模加之更多的 AI 模块，或者是变成一个精巧的微型的一个消费电子品，只要大疆进入，我相信这个更多的可能性都会出现。至于说我们怕不怕这个大疆的这种碾压式的这种压力啊，我们当然也怕，但与此相比，我们更怕整个行业这个不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很期盼大疆能够进入这个领域。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interview. 不客气啊。